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欢迎收看我今天的 vlog。 那今天是周末嘛，找了个酒店住两天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散散心。安排。那我现在就在酒店里面了。那这个酒店呢是新开的，隶属于赌场。那听说环境和设施都不错，所以才选择了这个酒店。现在我就要找这里的房间。那这酒店房间呢还挺大的，尤其这个浴室，那淋浴部分和浴缸是分开的，显得也挺敞亮。那就去看看这个阳台。那阳台这就没什么风景了，就前面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，然后这个酒店本来也就矮，而且我住了三层，也没有什么好的风景。那稍微好一点的可能住在后面，后面是个河景，那样子的话可以看得远一点，舒服一些。好了，那酒店就介绍这吧。那总体呢，在房间来说是不错的，挺大，挺敞亮。那阳台呢，风景就稍微差一点。如果是换成河景那边的话，可能会好一些。我信你个鬼！你是个糟老头子，换的吗？那也希望在酒店这几天呢，能吃好、喝好、休息好。那等到再能练的时候呢，一个全新的面貌去应对挑战、应对困难。Nice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小胖 vlog 就到这啦。我是小胖。喜欢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